个创造的这个空战的声量哈、哦、不得了，一个是他自比陈定南，而且他是进阶版的陈定南。你知道今天我几乎旁边同只要是那个绿营的朋友，每个都跳起来。你这个自比，你说你是小英路线声率就算了，你说你是陈定南 2.0 进化版，那当然绿营朋友就直接杀你啊，就直接说你如果你是陈定南，你会跟严清标，你会跟李全教同台吗？对，那你会选择去跟国民党签了六项协议之后，你签了还在那边哭不认输吗？这个你要这个要杀太容易了啦。说实话，跟陈定南相似的就只有那个手公事包嘛。陈定南那个公事包很有名，他就是几十年来就提那个公事包，烂了都没换。那柯文哲也是只有那个公事包，后来拿去拍卖，我记得还卖了不少钱。